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踏入十二月，亦都表示圣诞节就快嚟到啦。相信大家都准备去不同的圣诞 party 嘅。今日就教大家做一个简单又好味的派对小食——芝士蓉岩脆薯批，即刻睇下咩材料啦！看落好像很吸引咁，唔知食落又是点嘅咧？酸忌廉的味道很突出啊，而且咧仲做到拉丝的效果，啱晒嚟做派对小食。今个圣诞节，快啲同朋友一起试下整啦 ！Yoohoo！